大家好，这里是高雄港的大闸蟹，每天下午三点就开启鹅笼表演。原本的设计是开启后让猪尝到浪川湖通行，但现在散装后沦没了尝到湖船之通行。只剩下定时开启的表演功能。这是桥面打开的情况，两边都是航道，可通行船只，吸引很多人观赏。这是桥梁恢复通行的人潮，人潮很多，很热闹。吞吐量曾在世界上排名第三的高雄港，淘汰的散装货轮港区，转型为商业及观光用途。这里是仓库群，转型成为文创园区。废铁再利用成为装置浴室。意志的装置艺术，为其打造的凉亭，卡通的装置艺术。看起来像无敌铁金刚，仓库改装的商店街，处处有景点，处处有心情。
店家正在摆摊，我看来还是来得太晚，所以说到底有人在堆雪呢？我们看他做雪的，做得很漂亮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，谢谢观赏，再见。